别错过，进来我店都是客，样样两元不会错。现在不是改革前，两块钱已不算钱，人民币在升值，我的东西是最值。两块钱你吃不饱，买瓶假酒更不好。两块现在很平常，就是一包口香糖。两块钱它不算贵，不用回家开个会。两块钱它不算多，到不了香港新加坡。两块钱它算个屁，到不了美国意大利。两块钱它不咋地，买不了房子和天地。看看我的万能胶，是粘住船儿水上漂。好胶不怕三尺浪，买回家里不上当。咱家瓷砖就是好，贴在长城永不倒。咱家香皂就是妙，饭前便后都需要。别把我的东西骂，都有长纸和电话。别说我的质量差，出口远销加拿大。美国总统小布什都说我的东西值，下了飞机把我找，买了一块大手表。要买你就往这瞧，看看我的痒痒挠，三五十年用不坏，还能传给下一代。没事软壳穿可贴，站在上面不好接。到了医院没办法，医生说要用刀切。别再犹豫别徘徊，用时想买买不来。咱家墨镜真叫帅，歪歪主播把他戴。机会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东家去来西家走，是看看咱家有没有洗发水、擦脸油、胶水、皮筋、水龙头、过滤器、打火机、蚊香奶瓶、清新剂、太阳帽、耗子药、套袖手套、安全套、倚天剑、屠龙刀、溜溜球和水上漂、波浪鼓、玩具虎、哄小孩买塑料斧、走兽棋、飞行棋、象棋、军棋、五子棋、有毛笔、有蜡笔、粉笔、水笔、圆珠笔、西瓜刀、菠萝刀、剪刀、菜刀、大片刀、保鲜盒、眼镜盒、饭盒、餐盒、骨灰盒、厚纸巾、搓澡巾、女孩用的那个巾、洗脸盆和洗脚盆、铜盆、铁盆、小尿盆、长丝袜、短丝袜、女人以往存棉袜、钥匙扣、衣服扣、纽扣、钉扣、鸳鸯扣、铁木铲、钢。